小乖过山洞，小乖抓鸟鸟。原来是送火烛啊，过山洞哦，火车过山洞。过山洞。小乖给阿妈抱抱。又过山洞。哦，请讲，请讲。请讲，请讲。小乖过山洞。又过山洞，很好玩哦。小乖过山洞。过山洞耶。还要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很好玩嘿。猴子怎么叫？阿公鸡呢？窝窝体。小麻雀。然后欢迎来到动物音乐厅。这个好疼，爱学不起来。乖，小乖怎么叫？哇哇叫。老鼠嘞。然后乖乖怎么叫？哇哇叫。哇哇叫。哥哥怎么叫？是哇哇叫啊。一得得去投饮料。小乖会喝饮料。从早上开始，我要去玉哥哥那里，玉哥哥家，我们要坐公车去玉哥哥那里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吵。要去一德德啊。从早上起来，不仅早上一爬起来，我们要坐公车去找一哥哥嘛。我说对对。所以晚上就跟他讲，一哥哥啊，去投饮料给乖乖喝，给小乖喝。好。要不要喝水？你刚刚已经喝一瓶了呢。你看也不用去动物园，现在都12:30，拍完照1:30。对啊。小乖干杯呀、小乖干杯呀、干杯呀、那个倒，你的杯子倒下去了，要干杯呀、干杯！我跟恁爸爸一齐下顿啊，阮两个顿啊，啊恁坐伊的车，啊伊先。